Cause baby you are firework. Morning. Morning. Hello， 大家好，我是 Willen。那么今天我们现在去在哪里啊？我们今天是要坐飞机啊。坐飞机，我知道坐飞机去哪里。飞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可能我们驾车的话要5个小时是吧？啊，对。就是我们要去这个登甘路2022年的第一个 drag 啊。啊，对。drag 比赛叫什么名啊？登甘路的 Gong Bada Stadium。Stadium 没有知道那个 event 叫什么名？那个 event 叫 drag race。对。是 MUH 举办的啊，对，整个马来西亚唯一的 drag strip。这次我们会 cover 总共几辆车了？那么第一辆就是这我们这个八升陈冠希，八升力宏，胜利宏这一辆车，就是一个沙雕 four wheel 的车身，沙雕 four wheel 了，一涡的引擎，一涡引擎啊，对，所以他们是参加这个 open 的，four wheel open。那么还有再来就是我们有看几辆过钱币的 GTR 了，所以今天我们就去瞧瞧到底马来西亚厉害还是中国厉害，不服你就来崩我呀！看一下马来西亚 GTR 有多快，到底是800匹快、还是1000多匹快？对，什么铺胶赛道，什么0.1秒就是精神，我们今天就去看一看。哎，等六，你懂这个叫什么 ？Welcome to Asia. This is a table. 你看到 my face 了？喂，不要这样子 break 喂。现在到了这个等安路这边，他们一个讲驾车，然后我们现在上来的这个就是一个新桥了，在等安路非常的漂亮啊。你爹也不敢坏啊，是很美啊，整个地方。然后这是我们租了一辆多大 High S， 然后我们顺便租这辆车，哎呦是他的能耐啊。哎，我又不知道他的能耐了。哦，这边就是那个新桥。等一下我们找一个空地给你拍 review 啊，这样子。多大还？哇，比我要呕了。我真的有开了，看嘛。啊，会可以开的，对。搬下来，因为这个有一半个 pavilion 住哎。你看嘛，这个，你看嘛。哇！你要再飙他这样。来了。Day two. Hello， 大家好，我是 Willen。那么今天呢，我人呢就来到这个登甘路 Gong Bada Stadium 这一边。那么今天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Yes, guys。这个就是万众期待的，这个可能一年几次，可能一年一次还不知道哈。这个就是一个 MUSC 的这个 drag race 啊，也就是04直线加速赛。那么今天我们来呢，其实我就来拍几辆车，那么主要就是我这辆啊，后面这个就是来自 04 Motorsport 的这辆车，来自八升 04 啊，这个就是 Satria 的车身配这个 Evo 的 engine， 然后 four wheel 咯，然后呢胖胖胎咯，那个肥仔胎，你看啊，这个就是那个肥仔胎啦。那么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车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拿来这次我们用的 crew car， 还有这辆 van 也是我们的车，这个就是 GT Auto 的车啦，这个就是传说中很快的 GTR， 那么这个马力就非常的高啊，不告诉你们几多。哎，这辆什么车？这个这辆是三哪？你三哪？你三是啊？哦，听说啊。哦，但是它有那个红色的 R， 红色的 R 上会着灯的。Type R。不是 GTR， 在这边不是普通的 GTR 啊，不是普通啊，这个啊bumper 不动啊 ，bumper 没有波动啊，材料下面没有啊，材料下面那一头啊，看一下屁股下面有什么？什么？通常穿短裙的东西啊，一定要看啊啊。然后这辆车还会背书包的哦，这些都是大家的过千匹的 GTRs 们。老板 ，Hello。Hello。细节关于车的，我们过后再跟大家聊了。所以主要今天只是讲一讲这些，给你们看一下车的外观。今天都是比较属于高马力的这一群。好，现在我们就开始准备所有的东西，然后等一下10点了、啊，他们才会开那个门给我们进去。那么现在我们就先摆车在这边，然后等一下我们才进pit。那么现在主要都是等啊，还有很多车来着。全部都是吊车来的，没有一个架子来的。这边就是我们的 pit 方案1234这边，然后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整个赛道，就没有太过夸张的铺胶赛道就没有了哈。OK， 我就骑摩托带你们看一下。那么现在你可以看到前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起跑点啊。那么圣诞树在这边，圣诞树所谓的圣诞树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所谓的圣诞树，就是这个红青灯啊，也就是他们的起跑的警示灯 ，free stage 啊 ，stage 啊，然后青灯这样子，这个就是我们的。好，那么他们现在准备一些赛道，那么这个就是起跑点烧胎的地方，那么车就会从这里进来，然后这个就是应该是观众席还是什么鬼了哈，那么这边就是准备的起跑线，赛道总长应该是1.多公里，因为0到400嘛，你做一个600公里来做这个 breaking 呢是非常足够的。那么现在我们就骑回去我们的 pit 的地方，其实很靠近而已，我们 pit 的地方跟这个起跑线的地方，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边看起跑啊。那么这边就有一个它的舞台，这一次应该是有300多辆车来参加比赛。 OK， 好，各位，现在我们的 pit 已经准备好了啦。那么你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来霸的地方，但是是没有的盖啊，怕等一下会下雨还是什么的我可以再带你们去走一下，看一下那些车这样子。现在我们来霸的地方风扇全部 ready 好了啊，我们出来就好像 camping 这样子。好，现在我们看到呢，这个就是 GT Auto 的车了，也是过千匹的 GTR。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两 carbon 的门呢，这种叫做 Mickey 东森带呀。什么叫做 Mickey 东森呢？ Mickey 东森3255R15，后面用15寸，前面用18。这也是 ET Street 了，那么这个就是接胎有花纹的，后面用 Full Slick， 前面用 Semi 一点点了。我们后面我们车了，那么这辆就是一个跑 Open 车型，这个就是 Satria， 但是这个是跑Evo 的 Engine 配 Four Wheel Drive， 它也是一样用 Mickey 东森前后胎呀。那么这个呢，后面就是用 ET Street 的胎呀，前面就用接胎，因为后面更需要 Traction 嘛，他们临时出车。那么这个就是用新轮胎啊，这个前后都用了这个 Mickey 东森的 Full Slick， 而且是新轮胎的。那个毛啊全部都还在了，前面就用 Holster， 这辆车都是用这个原装的 Dry Carbon， 因为要轻量化，极致的轻量化。以后如果有机会啊，我再带你们去看一下这一辆车，有机会 review OK， 有机会，因为这辆是一辆街车来的，过千匹的街车。然后 Carbon 的 Fender， 这个是真正的 Dry Carbon OK， 门也是 Carbon 的， Bucket Seat 是标配啦，后面全部 Carbon 的啊，给你们看一下。那么这辆绝对是一辆怪兽，那么它后面就用 black tire， 就是 full slick 的，那么前面就是用这种 ET Street， 那个门整片是 carbon 的，然后镜子呢就是这一个 acrylic 来的， no spoiler at all， but carrying a bag， 这个 bag 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就是一个降落伞 parachute， 因为他们这种车走到最 high speed 的时候是大概是300多400车，他们都需要做这个停下来啊，有一点难，只是单靠 brake 来停。那么这两个呢是同一个车主，这一辆车是一辆类似 track car， 然后在那边呢，这个就是他用来跑街道的这个 category。 那么街道 category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辆就是 all fully street 的这个 design 呢，那么前面他用Bridgestone 呢，然后 Monagai 全部做好了很多 carbon 的东西， carbon part 也是过千匹的街车，用街轮胎，后面就是用一般跑胎，所以两个是同一个车主，这边就玩更够力的咯啊，这个就是刚才这两个车主过后 review 你的车 OK 啊，可以可以可以啊，可以可以OK， 这两都是街车，但是马力都有800-900马力了，这边加起来啊大概是7000匹马力啊，这个 Garage。
不是一个普通的 wing， 这个 wing 呢叫做 Aero Motion AM。 这个 boiler 呢它是会自动上下上下，而且它会看你过什么坡呢，然后左边起还是右边起 depends 啊。那么它现在是 zero brake 的状态啊，就是零下压力的状态。那么过后呢，如果一踩 brake 呢，它就会两只一起走上来了，它就会这样子动了。那么有一个是一片式的，带大家去看这个呢，就是一片式的。怎样讲一片式呢？它就没有左边左右两个分段，它就只是会起跟放，它不会左右。当你 corner 的时候转右边的话，我们右边那个 wing 可以上来给它更多下压力，左边更少，那么它的 corner 就会转到更加的顺了，因为 aerodynamic 嘛，对不对？连 F1 都没有这个东西， F1 只有 DRS 嘛。那么它这个呢就是 DRS 的状态了，它整个机关在这边，那个呢就是直接附在那个眼上面了，它全部东西在这边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就是 control unit 啦，就是专门来 control 它的要上几多，它里面有一个 G sensor， 那么它可以知道当现在在转左还是在转右，那么在转右更多它需要给多多少的 angle，全部是由这个东西来控制。这个东西好像要走五六十千的，它来自 Zero Four Motorsport 的车啦。那么这辆车其实我是跟他们一起来的，那么我们就看一下他们我们今天可以做什么成绩，希望是越快越好啦。来看一下到底 Satya 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with Evo Engine and 4-wheel drive。 那么现在我们在准备一些东西，等一下就要 race 了。 Bro Yes 啊，一个手也是可以做工啊， No problem 啊。啊，车主在那边，这个就李宏生，是来自 Glen， 他以前是Glen 的陈冠希。这样有机会，以前做什么时间？以前啊，做十秒，叫十叫，尽量混咯，尽量混十一秒出来。有信心的话九点出啊。你要 fight for 八秒吗？是要去 fight 八秒的。8.9都是八秒吗？对，是因为那个 club 啊很难进，你知道吗？要进八秒的 club 啊。如果要进八秒的 club 啊，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哦。啊，再丢个多少钱下去哦？应该200000左右啊。啊，那么今天场地怎么样？场地是不错啦，今天天气也不错，很热。天气很热啊，就是要越热越好是吧？越好。但是空气如果越凉越好了。对啊，我们都很热啦，现在 overheat 了啊。overheat 了啊。OK 啦，等一下我们去看你怎样玩。啊，可以。所以各位今天大多数呢是 testing 啊那些东西，那么过后我们才来做这个每一辆车去深入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比赛。的这个时间就安在这个我们回去的那一天，就是年三十晚，然后过一天就是大年初一过年，所以我必须要让我的 crew 们回家过年，他们有家人在等他们，不跟我奋斗了那么久，也需要回家休息一下吧，对不对？两年的疫情让他们都很少时间可以跟家人在一起，对了，我让他们回去过年，我自己来拍摄这个东西。那么我们回去的那一天就是年三十晚，刚刚又收到一个消息，就是说关于我的父母因为也中了这个 COVID 啦，所以没有办法吃年夜饭，所以我们可能只能够透过镜头一起来吃这个年夜饭。所以 Right So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大家照顾好自己， Take care， 希望这个event 成功，大家每个拿自己薪水的 record 回家，对不对？最重要就是这样子。OK， 再来八个再。做工先。做什么工？做工啊，跑车在做工啊。那说这样。拿钱吃饭吗？哎，是没有啊。肯定吗？啊，budget多少？我提前那十片一定够啊。我们吃东西不是为了吃饱了，你知道没有？爽啊！要吃爽。我妈干啥哦？我妈干啥啊？两餐咯，多给你咯。啊，两个。我妈干啥？你不要用100块的那种哎，我要弄至少6-7千块的。我妈干啥给？OK 的，如果算烟来讲。啊，烟啦。OK 了。所以你要请我吃什么东西？蛋糕啊。蛋糕。披萨，你看。现在呢，他们全部已经准备好了。啊，其实他们已经准备很久了，是我在里面睡着了，那么现在才出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所有车都在排队啦，因为他们有分很多 class， 有自己的 regulation。那么这个 regulation 每一个 group 现在每一个就上去试车。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的 GTR 战队，还有我们的 Satya， 我们因为特跑那个 open four wheel 嘛，他们都在准备这车了，穿好衣服，车手们很快就要去试车了啊。跑 circuit 啊，永远得不到这样的观众群啊。不管你跑什么啦，都不会像 track 那么多人的。我给你们看那个人啊，现在那么晒哦，各位，现在那么晒啊，都可以有那么多人啊，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啊，你看到吗？好，那么太多车了，因为这一次有差不多280到300辆左右，我就不讲太多了哈。刚好呢，我们的 pit 呢就对着这个电视机，对，非常的棒，可以直接在这边看，因为它有 set 那个 cam 嘛。这就是可能是跑车车主啊，还是怎么样啊？现在就是 FD 啊，这个就是一个 street 的 category， 这个。好的。啊。问你一下啊，什么是 drag？ Drag 就是零式哦。什么是零式？直线加速。
啊零四，然后零到四百米的，然后的加速时间和速度啊，不要啊，这个看出来不要放开。OK， 我们的 GTI 已经上车了啦。好，那么太多车了，因为这一次有差不多280到300辆左右，我就不讲太多了哈，就看片就好了。Yeah. 一起跟王芬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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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他们现在就开始要出去了，一辆一辆出。Reaction time 1.8 saat 9 nih, 9 second nih9, 4, 2, 1, 1 saat. Oh. Lapan pun, 8, 1, 1 saat. Itu dah 8 second tuan-tuan. 8 second, 8 saat. Idea daripada 04 sebelah kawan kosong 96 saat. Seram aku. Wey, dia macam tu bengking 10.493 saat tau. Oh, power. Day 3. Qualify 吗 ？Qualify 过后呢？哎，我问你 ，Qualify 了过后就是我们现在今天是第二天了，就有做这个第二场跟第三场的这个。哦！跳水玩屁股，看住啊各位，玩屁股了跳水，他妈的，脱口罩。那么今天我们第二天 qualify 其实很简单，就是第二场跟第三场，因为今天第二天嘛，第二场跟第三场 qualify， 总之一场车有三场 qualify， 然后再来拿前面八名，一对五，一对五，二对六，三对七，四对八，好，如果这样子比了过后呢，就赢了四强，四强过后呢，就是也是要一对一 head to head 啦，然后 head to head， 然后就。两个里面又再来了一次，就是semi final， 所以你觉得我们整个 team 啊可以去到几多？看了多个奖杯，全部就是在这边。哎呦，好，现在我们的这个4G93呢？4G93呢？哎，不是4G，这个是我们的4G63啊，那么就准备好了，因为昨天出车不理想嘛，是不是啊？不大理想。我们今天设定好好做美美，又再来多一轮。
勾勾的情况。勾勾的情况啊，整辆车要飞啊。要起飞的，要装飞机尾。我等下飞飞机尾了，直接给他去。OK。没人踹对吗？现在问着我东西了对吗？啊，是啊。啊，下面你算下房价价的啊，都该变潮啊你。哎，有吗？正常啊嘛。多百很正常的东西啊，做吧。好，现在我们呢就全部准备好了。那么最后我们走了一个 run 过后呢，发现到呢前面轮胎并没有什么烧到，是有用到，但是没有烧到。可以大概讲一点点这个做了什么吗？一点点啊。零点哦。OK， 我飞我。double check 收。啊。啊，还有什么 ？Engine。Engine 有收割。哦，收割到几度？一点点。一点点啊，一点点啊。那么大概跑这多少匹现在？啊，切一切二啦，所以今天要复线了啦。因为昨天你没有什么，你着急哦，你 testing 哦 ，test brake 哦，啊，四 brake 啊，四千步啊，放油哦，所以今天可以了啦。可以哦，去玩。昨天你300米的放油，你都做9.4秒哦，所以今晚我们可以看到八嘛。我福利可以看到八啊，看到八啊，啊，要稍微高高给他。啊，他没弄我，没有弄我。要认真的吗？认真。晚上我要请他。喂，妈认真。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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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现在呢，我就还在 pit 这边，现在已经是晚上了。为什么我没有一直 update 呢？因为我们中间呢是没有什么做东西，只是去吃吃喝喝、拉拉撒撒这样子。好，所以临时的一个过程呢，不只是去跑那一下，还有甚至是在 pit 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呢？就是风扇带好，椅子带好，东西够吃，要玩的东西自己带来咯。非常棒呢，我们的车已经是做到9秒级。现在这辆刹车啊 ，4 wheel turbo， 我们的第一轮就是 testing 马路，第二轮 test 车，第三轮知道了吗 ？Then we go for it， 我们塞下够力。你看车那么红啊，全部这些红呢都是去晒晒到的。这样我们有什么办法来解决呢？所以我们先去拿那个东西来解决它先。我就找到了这样东西来帮它解决。来 ，OK， 这个是一个水枪，我们要泵了风就可以泵很远，射高它。OK， 现在我们准备好了。Let's go。这主要是给他降温罢了。所以我们的日常呢就是这样子过了，就无聊的时间如果没有这种东西呢是非常难过的啊。玩完了够了，你社会 One eternity later。 Yeah!
Day 4. Hello， 大家好。那么今天是第三天的这个比赛。那么这个比赛其实呢，我们都进了这个八强。那么在 category M 或者是 category T 都好呢，我们打差不多全每整队人啊都进了这个八强啊。那么八强过后就要 head to head 啊，一对一啦。那么进了四强过后呢，也是要 head to head， 然后比一二，输了的斗三四啊，就是这样子的这个缘故。那么今天已经第三天了。昨天跟前天的 Qualify 1还有 Qualify 2 3呢、啊、全部都已经完成了啦。那么可能我没有什么 update 你们在这边，因为真的那个 race 的时间太长了，很多时间都是在做那种无聊的东西。那么拿水喷人啊，摸屁股啊。那么所以今天呢我们主要都是在这边 ready for 等一下的这个八强 knockout 进四强，四强进二强啊，斗一二这样啊。这些都是朋友，这个就是来自 Mac Club 的 Melvin，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我喜欢现在吧，不是现在吧，不是吧。哦，法国人，法国人，不写干你。对啊，绿色车在比赛了，现在绿色。好，各位，现在我们的这个比赛呢终于就结束了。那么荣幸的，我们的 Zero Four 终于拿到了一个第二名，也就是 First Running Up。那么时间都是在九秒几左右啊。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第一名 Dr. Kelvin 呢，也是 GTR， 然后第三名也是我们的 GTR 啊 Robert， 然后接着我们，那么还有第四名啊，就是我们的 Zion。呀，都是 GTR and Sakura， OK， 那么这些都是 All Wheel Drive 的车 Open 了哈。那么这次我们在这个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在零四里面，在这个比赛是如何去比，如何烧胎策略，怎样去玩，什么时候要 tune 车，什么时候不需要天气，全部东西我们学到完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 video 主要都是带大家看一下一个零四比赛如何拿冠军。那么这个比赛，我们去了解一下。到底零四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感觉 ？OK， 那么也拿了全场最快的，就是我们这个 Toby 的这个 GTR， 就是8.777秒，也就是在那个场地最快的车之一。那么还在十半秒做更快啊，因为场地的问题啊，那个这个场地有点抛，有点摇，所以没有办法做很大马力，我们没有办法做 tune down。OK， 所以我必须要 tune down 才可以做到那个东西。如果路很平。traction 很有的话，这辆车应该是7秒，我敢估计啊，这样子啊，跑来跑去，跑来跑去都8秒多。如果啊 fully flat 啊，7秒多如果可以的话，很 top。那么今天我们的 video 就到这里了，那么现在也是时候要回去了。今天是年30晚，年29了 ，OK。那么我们要回去庆祝我们的华人新年，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OK， 拜拜。